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喧哗着彻夜狂欢，终究还是发什么呆啊？所以呢？所以什么？结过婚，带着一个五岁小孩的单亲妈妈，有什么好？我们不值得人家爱了。而且啊，我看他一定有女朋友了。好啊，那就好。不用烦恼了嘛，反正没戏唱。而且搞不好，他觉得小孩子很麻烦。哎，这倒是没有哎。你看库克，整天都在跟他微信，好像很合得来。明美，我是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再找一个男人，基本上呢，他只需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爱你的小孩。他只要爱你的小孩，他所有的缺点都会不见，直接冲向满分夺标。我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夺标的啊，我至于他，大概就是个60分的家伙吧。他是有这么说，还是他看到你就跑了？有吗？都没有啊！你想这么多干什么？你就冲了嘛！好了啦，不要再说了，才见了一次面而已。来，跟我喝酒。还有，我说你那个戒指该拿下来了吧？哇，好香啊！阿善叔叔，是回锅肉的味道吗？耶！你好。你好。你好。啊，好香啊！放这，放这，放这。好。我们要三碗白饭。稍等。我先走了，啊，君姐，慢用啊，拜拜，拜拜。妈妈过来坐这，饭来了，一碗放这，一碗放这，另一碗放这。哎呀，这一块给阿胜叔叔啊，谢谢。不好意思，我们是微信好友。阿胜叔叔，你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回锅肉？啊，因为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做给我吃，每次打拳我会想到我奶奶，也是因为我奶奶我才会变成拳击手，每次打完拳我就想很要吃啊。不好意思，其实我可以自己背回去的。没有没有，小问题啊，没问题。明白。我单身哦。啊？很惊讶吗？没有。我想说，你条件这么好，一定有很多女生喜欢你。没有了，我的口袋里只能掏出铜板，什么都干不了。而且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作假，所以想玩玩都没有办法。
我听老板讲，你也单身，我很开心。对，我先生他很久以前就过世了。抱歉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哎，你看我这个人老是乱讲话，我真的是。我呢，一出生只有一丁点大，非常的瘦小。我在医院里住了很久，我奶奶一直怕我会夭折，担心我活不下去。我直到3岁才会讲话，我爸爸一直觉得我是个智障。人非常的瘦小又不聪明，在学校肯定是被别人欺负得了。可是你现在很强壮啊。对，我从8岁起，奶奶就让我去学拳，我学过武术、柔道、跆拳道，最后选择了拳击。打拳不可怕吗？可怕，当然可怕。但是，我学的拳击让我觉得很有力量。那奶奶现在不担心了吧？我奶奶没有机会再看到了。她到死，还觉得我会被别人欺负。不过我知道我不会了。对了，你很像我奶奶。我很像你奶奶？啊，不是。你看我这个人老是讲错话，所以没有女孩子会看上我。对不起啊。来，库克，我现在教你出拳。我打一拳过来的时候，你就低头，好不好 ？OK， 来，我们做一次。来，低头。来，出拳，左拳，右拳，左拳，右拳，左拳，左左右右，左拳，左拳。One two， 来，低头。来 ，one two， 低头。你好，这是您的苹果酒。你好，来 ，one two， 来 ，one two three four。下班了，嗯，打2份工很辛苦吧？还好吧。啊，今天真的好谢谢你啊，因为我也一下子找不到人可以照顾他。没关系啦，应该的。要是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你可以请我去食堂吃顿饭。好，那我们先走了。好，拜拜，阿瑟叔叔。拜拜。我们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知道了。什么秘密啊？这是男人的事。啊，以后我不能知道的事情。喂，你说你什么比赛都接啊？当真？虽然是娱乐性质的表演赛，不正式，也没有什么规模。不过，你可别小看这些工人，他们当中暗藏高手。至少铃声了，应该会有吧。没事，哎，休息。
锅肉。好，走走。这家伙挺狠的，没事，继续，继续打。阿胜叔叔，你打输了吗？没有啊。怎么会？我打赢了，而且还打赢很多人。真的吗？真的，网上有我很多的影片，你看。哇，这么厉害！耶，是打赢了，打赢了，打打打！你看还有这个。啊？厉害吧？今天的样子看起来很不一样哦。打拳又打赢了啊？不是拳赛的事儿。哦，那就是因为女人了。哦，这和明美吃饭你还紧张啊？还是紧张的。哪个明美？毕竟我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就带小孩的那个。要不要来个白酒先压压惊？好，来瓶小的。穿这样真的可以吗？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像个姐姐啊？来，琪琪。啊，天哪！你看我这肚子是不是太大了？你不要一直笑了，是不是看起来真的很大呀？你真的很久没有约会了，你看起来好紧张啊。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再幸福一次吗？不就来了？可是，不要再可是了。我看见阿生看你的眼神，也看见库克亲他的样子，真的把他当父亲一样。我还看见了幸福就端到你面前，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出去。来。难得呀，还能看见你害羞的样子。踢球别笑话我了，哎，大道理人人懂，小情绪难以自控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呢就是打拳挨揍，平时也没什么兴趣爱好，有一顿没一顿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可是，但是忽然发现，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了。对。明美，很漂亮，库克又那么的可爱。可是有时候想到他，还是有点生气。你说他平时就只睡几个小时，吃饭常常一两个三明治就解决了。你说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照顾好自己？怎么会照顾好库克？所以要靠你好好照顾他们呀。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哎，对了，那个明美会喜欢你打拳吗？听说打拳是个风险很高的运动，一不小心受伤，寿命很短的呀。你是乌鸦吗？胖乌鸦。
明美今天穿这么漂亚洲拳王卢奥特大战菲律宾拳王的无差别级冠军表演赛，现在由于菲律宾拳王与日前发生意外车祸，双腿骨折，已经确定无法出赛，但是比赛的门票已经售出近九成，主办单位陷入焦灼，正在积极找新的对手。今天好好玩，但是如果晚上要做什么事情，记得做安全措施啊。知道了。明美，你爱上他了，承认吧。我爱上他了，我承认吧。那我走了。网上全都是你打比赛的视频。你来了，你今天好漂亮。哎，麻烦，你可以让一下吗？不要笑了。可以上菜了。啊，不好意思啊，刚才。一开始啊，去酒吧应征的时候，我想说，大概就做个两三年吧。想说之后还可以回大公司去上班，不过现在很少有大公司愿意收单亲妈妈了，所以就做久了。但是做久了也就习惯了。还认识了很棒的同事。今天真的好谢谢你哦，在这样熟悉的地方，有熟悉的食物的味道，还可以跟你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我还以为你不会喜欢这里，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啊？我这不好吗？哎，老板，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毕竟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约会。约会。那你也喜欢我吗？啊？你觉得我还？OK 吗？我指的是，我是个拳击手。虽然我不知道拳击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拳击手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你很强。可能是因为你说的奶奶的故事很感动我，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强。那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吗？你等我一下吗？老板，买单。一共是……哎，这，让你找。好。哎，哎，哎，你，人呢？他，
我在这儿呢。忘了。他是说他忘了。这里。小心。请进。这是阿胜的地方。你知道拳击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吗？想想有谁会把挨拳头当做一个正经的事情。拳击，你害怕拳头，再到躲避拳头，再到你看清楚拳头来的方向，然后等你看清楚来的拳头方向的话，你再出拳才是真正出拳。啊，你来我往，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希望，一击击倒赢得胜利。这都是以前教练跟我讲的。哎，你要不要上来试一下？没关系，很简单。来，小心。来，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除非你出拳，不然我是不会出拳的。OK 吧？你要有节奏，就节奏，节奏，节奏，就像猫追老鼠一样，猫捉老鼠一样，总有个机会会把它逼到角落里，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机会。哎，当然也是我的机会。到家了。那你早点上去休息吧。好。阿胜，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所以我想知道你睡着的样子。我希望明天早上起来我可以叫醒你。
紧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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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谁呀？嘿，阿善叔叔，你怎么在这？你，那你为什么敷着面膜？因为妈妈昨天出去的时候就是戴着这个面膜，会让你的皮肤变漂亮，所以我也想让我的皮肤变漂亮。你又偷拿妈妈的东西，你。妈妈，下星期三是我的家长会，阿善叔叔来不来？拉钩，快点拉钩！还在？好了，现在面膜专家要回去了，谢谢惠顾。走啦！再说，这样就会更喜欢你了。Now the problem is, we already selling the tickets, and we got the money from the sponsor already. 你可以跟我说中文就好了。好，意思就是说，这场比赛绝对不可以停办。我们也不想这样，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记录。虽然，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你们要给我们很好的对手。对手，我也知道要有对手。可是准备的时间这么短，而且是跟他打，我看很少人敢冒这个险。你不要那么紧张嘛，这又不是正式的比赛，是表演赛而已。那是你的想法啊，对手不会这么想，赞助商不会这么想，买了票的观众更不会这么想。他们要的是一种娱乐 entertainment 乐趣，甚至于他们要的是一种新鲜感。 Hey guys, have you seen this?He's an amateur. 街头拳击手，点击率650万。哇，人气很旺。如果是他的话 ，I want to fight this guy.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Wai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fight an amateur one? You guys do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don't you? Also, what is it that people want these days? A beautiful dream, right?怎么了？我来开啊。哥，天气好好哦。对呀。我们不要回去好不好？让车子多让一让。好啊，那我们去哪里？我怎么知道啊？我就想让车子一直开嘛。那我们去兜风好不好？我知道有一个海边，那边的沙滩特别漂亮，而且有一条美食街，它的烤鱼特别好吃。烤鱼我要吃。不行了，我等一下还要上班，不能去那么远。哎，来得及的，我们40分钟开过去，吃完以后40分钟再回来。开那么远就为了吃一个烤鱼，不行吗？好，可以。耶。那出发喽。我知道那是一场意外，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我连他最后的感觉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也没有机会跟他说一声再见。之后的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找新家，找新的工作，找新的托儿所，我根本没办法思考，就一直被拖着向前走。后来，我用保险的赔偿金买了这台车。我知道，就算从今以后只剩下我一个，我也还有顾客。不管怎么样，我得跟他一起活下去。对不起啊，太沉重了。没有，明美，你给我讲这些，我很开心。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从此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会突然在你的面前消失。你们俩的人生就是我的人生，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们的所有、所有、所有都是我的所有。我是认真的。楚平。喂，你走来走去干嘛呀？你最近跟那对母子打得挺火热的嘛？对呀。笑笑笑，笑成那个样子，难看死了。你是不是给我安排好拳赛了？喂，哎，听着啊。我知道，你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一个真正的国际性比赛，嗯，哎，不过你可以拒绝啊。你现在不是在街头打得挺好，赚很多钱。我怎么会拒绝呢？国际性比赛，谁要跟我打？卡斯楚奥兹。哎，真的，切，卡斯楚奥兹，嗯，
拳王卡斯楚。他的比赛不是安排好了吗？他的对手生病了，票都已经卖了，不能取消啊。他的经纪人还在等我电话呢。他说卡斯楚看到你的比赛视频，对你很感兴趣。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他跟我打。你这个老家伙，你之前还看不起我。我说过我很厉害吗？你知道对我兴趣是什么吗？就是我与众不同，跟别人不一样。对对对，你最棒，这样行了吧？哇，他要跟我打。哎哎哎哎，你要想清楚啊，那个卡斯楚可是被国际拳协除名，他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哎，不过呢，如果你肯答应接，不管输赢，至少250万立刻进账，不含我的佣金。如果你打赢了，嘿嘿，那当然不可能。600万基本奖金，不含外围。是在世贸中心展览馆打？嗯，对啊。那里有多少位置？好几千个吧。你问这个干嘛？干嘛？喂！耶！这 ，Give me five！ 耶！我已经感受到了几千人的呐喊声。喂，我们答应接了。卡斯楚奥兹换新对手了，他的新对手是街头拳击手文忠胜，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阿胜吗？对啊。怎么了？你们没看新闻啊？当然看了，今天一整天都在滚动播出的。但是，真的是那个阿胜啊？我看他平时在食堂吃饭挺正常的，那是不是傻啊？他不是傻。他是不要命。12年那年，卡斯楚奥兹在联盟的最后一场拳赛，到最后我简直是闭着眼睛把拳赛看完的。最后那三拳打在喉咙上，活活把对手打死了呀。他不是第一次打死人呢。好可怕。而且啊，我看过阿胜打拳，他跟那个卡斯楚奥兹完全不在同一个技术水平，他们的量级差太多了。一个178公分，一个198公分啊。190。怎么打啊？我想阿胜在第一回合就会被 KO 掉。他这不是自杀吗？一个被拳协除名的拳王，对上来自街头的瘪三拳手，我想这可能是逆行销吧，啊，把最不好的当成最好的来宣传。文忠胜是阿胜叔叔吗？你们都说错了，阿胜叔叔是最厉害的拳击手。说的太好了，库克。哎，老板，这菜给你，很新鲜哦。你买的？对，傍晚在码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天快黑了，我如果不买下来，她肯定卖不出去了。她长得好像我奶奶。库克，我有东西给你哦。我有东西给你。眼神中有灵魂的沟通。
去匆匆，现实拉扯梦想和自己，这勇气闭上眼听心的声音指引。飞翔，也不。